好，来准备，来开机。都是怎么交易的？别啥，别说话呀！那你拿到货之后，怎么卖给买家？说话！我们一般都在白天，一对一接触。白天？白天？你太把我当回事了吧你！说话！白天接头，你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！你是电话里讲的，一对一目标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仔细说说，怎么交易的？